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腾腾。我们今天呢，继续来玩这个舍舍贪吃哦。那么今天的话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无氪到底是可不可以拿得到我们这个7日活动的这最后面一个狂暴炮塔。那我已经有稍微算过，那这边如果你把所有的任务全部通通都做完的话，那总共是可以拿到1680的积分哦。所以说，比我们这个目标的1500积分呢，还多了这180啊。就说你大概是可以有一些这个任务是没有办法做哦。那有一些无氪比较难做的一些任务呢，就是我们的钻石任务嘛。就是说，在我们的第七天，像是累积消耗这15K 钻石，那这50点积分呢，可能就没有办法拿到。还有下方这个更夸张的，这个累积获得25K 钻石，那这个应该也是比较困难的。然后接下来的话，有关钻石的话，就是在我们第六天哦，第六天这里的话也是有累积获得10K 钻石哦。那这可能无氪的话会稍微差一点的，但是也是有几率是可以成功得到。然后接下来的话是这个累积3个徽章，这个任务好像也是蛮难获得的哦。这个的话好像是要在我们这个每日挑战这边，然后它这边的话会有排行榜，然后的话你们就要进入前1000个，好像才可以拿到这个徽章了。不过呢，它这个排行榜也是会看你的血量哦，所以说对无氪来说也是比较困难一点哦。然后接下来比较难获得的这一个的话，就是这个传说以上的装备哦。但是传说以上的装备也是要慢慢合成和上去啊。那这个无氪来讲的话，应该也是比较不太可能获得的哦。所以说，如果你无氪想要拿到最后面这一件装备的话，那你可能就是要能够解一下我们第六天的这个累积获得10K 钻石，或是累积获得这个3个徽章。然后的话，要尽量通关这个10至30哦。那你只要通关这个10至30，像是这个启动天赋石强化，或是这种累积章节宝箱，然后这个击杀怪物啊，那些史诗装备，应该都是可以顺利获得啊。然后接下来比较重要的话，就是这个达到40等，那可能这前面就要冲到还蛮后面的章节哦，这样拿到的经验数才足够啊。如果等级够的话，那达到10至30，基本上就可以无氪就拿到后面最后面这一个。不过的话，那也是要非常认真玩啊。因为的话，如果你装备不够，基本上要通关这后面的章节，好像也是还蛮困难的。所以说，总结来说，无氪玩家还是有几率可以拿到啊，不过真的是要非常非常肝哦。那如果没办法的话，也是还蛮正常的哦，毕竟这个公司也是需要赚钱的嘛。那当然是需要你们去充个月卡啊，或是充个什么基金啊、小猪这些，就是可以很轻松就可以拿到了。那充个月卡的话，大概是花个330个台币哦，然后大概有170，然后我们这个月卡的话，可以增加一下我们这个快速收益，还可以让我们的经验啊、金币都可以拿更多。啊，要不然的话，就是要买一下我们这个基金哦，基金就可以拿到非常多的这个钻石啊。好，那么今天呢，就来挑战一下这个第7章的这个主线任务，看能不能够顺利通关啊。好，那直接开始战斗，那这边继续选择一下我们的这个蛇灵，好。这个的话也是总共是有30关哦，不知道这个难度会怎么样啊？第一关的话都是还蛮轻松的哦。好，这里胜利。那这一关护盾还有血扫功高，先选个护盾哦。这里的怪物现在打一下应该都还蛮痛的。然后第二关。这里4000多伤害，好，直接看我们这个蛇灵的技能哦，直接炸一下。这贯穿又有弹射，真的是蛮好用的。哟，差点。这雪球等下先过去。好，我们现在稍微过去，这个怪物就会自己跑过来。现在这里又有补血的。我们稍微来上面这里，哇，那我们好像不该来上面这里哦，这里有点危险啊。那我们的护盾先消失了，先跑回来这下面，先把这些小怪给清掉。哦，那再来，哇，我们已经中了，我们还是中了。中的话，好像要再回复血量回去就比较困难了。我们的攻击力差了非常多啊！啊，不过还是要尽量补一下。
八点刚刚又被射到了，但是有没有加这50%攻击力，真的差的非常多啊！好，那现在终于有第二个这个植物身体，我们现在血量又成功回满了。好，那刚好来打一下我们这个 BOSS， 这个法师哦。哦，他丢一些小冰晶之类的东西。先站在这些小地方，先把这些小怪给清掉。哦，小怪都清掉了，就可以专心来对付我们这只 BOSS。BOSS 还比较好对付哦。他就只会这边冲撞，那你青蛙也是蛮容易这个处理的，这种行动不快都还蛮好处理啊。这比较怕就是这种远程啊，然后会补血的，要不然就是移动的特别快速的，能够躲的都是不会构成威胁的。我们可以躲在这个墙的后面哦，进行输出。那这个冰是会阻挡我们的行进方向吗？好，来到了第二次关哦，第二个小 boss 啊。好，这边很不错，还有这个攻速提升。我现在还没有看到那个补血了。好，现在是精英雪崩兽，无法靠近它。先把这个难产的这个小香菇、冰香菇，刚刚稍微有个减速效果。好，现在又回满血了。现在画面非常乱了。好，那反正我们现在是满血了。攻击力也提升上来，加了62%。好，现在就是小心，不要被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打到。那我们打怪的速度明显快很多。我们现在的植物又是全满的，伤害也是很高，攻速也有提升哦。来这边，圣光身体还有血上限提升。我们选一下血上限喽，这样应该就可以顺利过关了。不过这一关每次都要打个快要30分钟，还是太累了。好吧，那我们现在直接被土拨鼠无情的攻击啊！重点是它移动速度很快啊。我们刚刚回满的血，马上又这个消失了。好，剩下最后两关了，终于69。无间的射击，范围攻击射得非常快。好，这里刚好有一整坨的怪物，非常适合我们。那么不管，我们就直接走进来这正中间了，直接正面对决。好，来直接把它包起来。好，来到了，终于来到最后一关30。那这边是什么 BOSS？首领来袭。哦，有个这个蠕虫啊，冰岛蠕虫。看一下它的攻击模式是啥。哦，丢了这些小冰的方块，然后还有一些
的冰晶。这个是会限制移动，是不是？哦，不会啊。那这个雪球，然后雪球冰晶，然后这是什么炮？这个是不能过。哎，我们碰到会掉血。因为这个 BOSS 血量好高哦，我是不知道这个第十章的话是要怎么过啊？哎，怎么又会莫名其妙被打到哎？啊，这个雪球是蛮好躲的。好，那这边中间这一块是不可以走过去。好吧，这个雪球不能够太早放话。中间这一段应该是可以稳定输出的期间。好，BOSS 还狂暴了，这是怎样？所以说连这个第七章就这么难过了。好，再来复活一次。不是啊，这个小怪是怎样？要怎么打？我们好不容易打到这里，居然没有办法过关。这个小怪，这小怪也太烦了吧！我们稍微看一下广告，但真的不行啊，这根本就没办法躲，是吧？好吧，那这广告还是白看了。游戏结束啊，第七章就这么难过了。然后现在又出现这个可以储值的，蛮明显的一个暗示哦，有个钻石啊，还有这个植物系的升级石。哦，至少这些宝箱可以先稍微领一领。哦，还有一个这个钥匙可以抽，好，奖励。所以说我们花了这30几分钟在打这个第七章还是没过啊？好吧，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折射探视就差不多拍到这边，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，大家拜拜。好，那我们要兑换的，我们一样先点这个左上角，然后先记录一下我们的玩家 ID，那接着呢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官方的兑换网站了。啊，我会把这个网站放在下方的留言区。然后呢，这边第一个就是输入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玩家 ID 哦。然后这边的话就可以输入我们这一个今天最新的礼包码，这个 size，然后 DT 啊。然后那接着就输入一下我们的这个验证码2617，然后点击下方的这个兑换，然后 yes。那如果是兑换成功的话，就会显示这个 congratulation，我们这边就可以按 OK。然后那接下来的话，第二个是这个4个 S，然后 TN。好，这边的话一样输入这个验证嘛，我们一样兑换了。好，这边也是显示兑换成功。好，那还有一些其他的话，之前呢你们是也是可以来稍微兑换一下。好，那就是这个 size，然后 RG，然后或者是 size 3个6，或者是说这个 SNAKER 2023。好，最后一个的话是这个 SS 3个 SORANG。所以说目前的话总共是有6个。